你跟他说，苏俄占领日本北方四岛，也必须用这个法赶走苏俄。日本占领苏俄，不是苏俄占领日本北方四岛。你跟他说。Okay, so he said he mentioned that Russia they got four islands of Japan before, but now also they use this law to get out the Russia, come back, go home, go home. Yeah. Now many people know this scene, Taiwan. 北京山一个起来，规个日本啊一直压起来，你有感觉无？嘿啊！你嘛搞不清楚啊，无恁咧酒上无话不换一个换一个，无换到日本就要凹凸。那是中华民国总统啊！阮无，阮这无关的，咱是甲美国军政讨政权。直接找美国啦！美国敢占掉的，啊，即摆完成啊吼，完成啊就甲赶走啊。伊是流亡政府，你美国海关听着讲吼，什么咱台湾变中国啊？无啦，你免惊，中国人去皮啊，吼啊什么吼，都占厝啦，厝啥，我逐个好业人拢搬去美国，安尼啊？无啦，上放风声咧。是，恁的信心吼，台湾遐嘛是拢安尼讲，对啊，拢安尼讲啊，所以讲恁也无阮这边的信心吼。那较早，阮听到恁讲安尼，阮拢来惊啦。但阮即摆有这条路啊吼，咱唔惊，咱用法律，用道理，甲美国说服，啊又敢斗下手。
哦，啊，家己讨政权，安尼也足简单。咱甲中国无关系啦，康克奈啦，我即句会晓。高雄市的副局长啊。台湾哦，台湾了。老起来啦。老我可以啊。哈，有啦有啦。台湾哦，还佫熟熟的观众。我再来宣传啦。哦。朋友啊，从台湾来拢讲啊。你讲网站哦，网站里面，啊，你看卡来问，卡来上，这边等人的。你就台湾民政府官网，一定爱官方的帮助。哎，你唔通讲咱台湾安尼，就讲中国安尼。我袂来，我袂来。哪会安尼？我甲你讲，即摆礼拜日本吼。伊有古妹吼，哎，因老爸咧帮甲做医生，因大姊是台北局长呢，查某局长呢。乱啊！啊，不，伊拢知影，爱讲因好些人，伊拢搬去美国。嗯。恁若有阮这个消息哦？机票啦。哦，咱直接。